我先后一共买了两个外置的解码器，一个是伟良音响的 DC60， 一个是双木森林的 D6。 这个视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首先，这不是广告，我不专业，是新手小白，长这么大第一次花千八百块钱为了听歌买这么一个东西，第一次接触 HiFi 的这些设备。最近我买了一对香蕉猴的音箱，之前视频发过了，好马配好鞍，所以我想尝试着配一个外置解码器，听听 HiFi 是个什么意思。我距离 HiFi 也就差这么一个解码器，于是就开始了选择解码器的过程。因为我不是这个圈的啊，只是听朋友说伟良他们家做的算是 DIY 的解码器，性价比很高。我开始就是在他们家选的，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有双木森林呢，还有其他这些品牌，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也都是一样的。选来选去就选了一个伟良家的新款，型号是 DC60。 我看它产品介绍说的是有四颗1794的芯片，我上网也查了一下，感觉这个1794应该还不错，味道应该还不错，于是就下手了。另外它还有一个 USB 界面，好像是意大利的，叫 Amanero， 具体发音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啊。因为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都是全新的领域，全新的知识，只是感觉很厉害。这个 DC60 是新款，相对于他们家之前的作品产品感觉更漂亮。我也算是一个颜值党，所以就选了它，券后价格是658。我买的是银色款，可是商家给我发了一个黑色款，不过这倒不重要，可以退换货。另外我还从他家买了两条100多块钱的 RCA 的线，现在产品已经退回去了，我就给大家放截图了。我主要说一下我不能接受的点，首先是它那个个头比较大，比这个要长要高，宽度是差不多的，放在桌面上很勉强。另外伟良的 DC60 我感觉用料还是一般，从图片上看还好，但是距离我心中想要的那个还要差一点，比如它那个面板的材质、机身的材质，还有接口用料，还有那个边角。另外我也听了几分钟，它那个解码器有点热，发热量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我问过我的朋友，他说 HiFi 这东西就是这样，不热怎么叫 HiFi 呢，对吧？整体来说伟良的 DC60 它的外观、它的实际性能效果我是能接受的，但是是勉强接受。因为伟良家的定位就是 DIY 嘛，好像以后还能再添加点东西，修改点东西什么的。另外他们家做的成品肯定要比自己 DIY 的那个外观要好，而且要省心。但是 DIY 并不是我的需求，因为我不想在这上面投入太多时间精力，不想研究太多，就想省心，看着漂亮点，更不想 DIY， 用着舒服点，温度低点，占用面积小点，有点 HiFi 味就行了。另外还要兼容性好一点，错误少一点，主要是不想折腾，这是我的需求。其实如果要是没有更好的方案，伟良的 DC60 我也就留下了，但是是那种很勉强的留下。后来我又抓紧时间又找了一个感觉更适合我的，就是这个双木森林的 D6。 我收到开箱之后看到它的第一感觉，这就是我的东西，是适合我的东西。首先它这个尺寸要小很多，也矮一些，长短也短一些，表面这个用料摸上去很舒服，这个边角也很像模像样，是一个成品的东西。另外它的配置啊是两片 AKM 的 AK4493S， 并不是4493。这个 4493S 好像是2022年去年新出的芯片，那个1794好像是2006年出的东西吧。另外那个1794是不支持 DSD 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是 DSD， 现在知道了。这个 4493S 是支持 DSD 的。另外它还有一个 HiRes 的 Audio 的一个标志，还有 HiRes Audio Wireless 无线的一个标志，估计是芯片上的。它用的不是意大利的那个 US 界面，是 XMOS 的，他说是第二代的异步 XMOS 芯片。另外这两个界面我都试了，就是 USB 界面都需要装驱动，如果不装驱动默认声音都很大，感觉像直通的感觉。装了驱动之后能从 Windows 里面调音量，这个还不错。还有这两款解码器都支持蓝牙，蓝牙芯片也用的都是一样的 QCC5125， 都是蓝牙 5.1 的，听歌是没问题的，支持 SBC 啊、 AAC、 APTX 还有 LDAC。 另外这个 D6 啊，它有一个小屏幕，我觉得很方便，可以显示当前蓝牙连接的协议，
还有 DSD 是多少位的，还有 PCM 是多少赫兹的。另外它这个开关键是集中在这一个旋钮上的，而且可以切换，还有不同的音色，还有很多我不了解的东西。它这些小做工比伟良的要好，伟良那个开关是在这儿，说实话摁上去不是很舒服，感觉我也说不上来啊，就是不如这种成品显得高级。这个价格是999，伟良那是680多，价格差了300多块钱呢。因为我想买一个至少说个人感觉更好更舒服的，所以说就多花了300块钱。至于说是四颗1794更好听，还是这个两颗 AK4493S 更好听，当时我也是不知道的。但是伟良家也有这种方案，就是两颗 AK4493S 的方案，好像卖700多吧，比那四颗1794还要贵100-200块钱，那感觉这个方案价格就要贵一些。另外还发现一个小问题，那就是作为一名新手，可能会在开着音箱，我这是有源音箱，音箱里面是有功放的，在开着音箱的情况下，去关解码器、开解码器，还有切换输入源之类的，特别是在开关的时候，音箱会爆一下。伟良的客服他说这是正常的，正常的关机流程应该是先关音箱功放，或者先关功放再关解码器，我想这也有道理。但是在这个里面是没有爆音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技术用了什么东西，所以说我喜欢这种的替用户考虑很多的这种产品。但是我感觉可能Hi-Fi圈里边喜欢 DIY 喜欢性价比的人更多一些，这个可能没有性价比吧。另外买这个还有一个原因，它是支持 TRS 接口的，伟良那个他们家绝大部分都是只有 RCA 莲花接口。另外他还送了两条这种发烧线 RCA 的，我现在用它来接漫步者的 MR4， 用这个两根平衡线接那个香蕉猴的 Gibbon5， 同时接同时用，相互没有干扰，还是很厉害的这个小家伙。下面说一下这两款解码器听歌的味道啊，那个四颗1794没有太大的变化，感觉可能是声场更宽，或者是肯定会比之前的外置解码器以及电脑主板自带的那个声卡要好一点。我用的都是 Apple Music 那个高解析度的那个无损音乐，换了这之后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但是能听出来这个解码器有一点他们说的暖，确实是暖的感觉，我也说不上来，会好一点，更舒服的感觉，数码味更少一些。他们附送了几个 DSD 的音乐文件，我第一次听 DSD 文件，很多都是老歌，很舒服，确实不错，我也很喜欢。所以说这东西就是喜欢就好。音箱一对再加上这个，花了3000多块钱投资在声音上。至于说值不值，只能说是体验到一些没有体验过的东西，这也算值了。最后说一下它那个蓝牙，虽然这两款用的都是同一款蓝牙芯片，叫5125，都是 5.1 的，但是我连小米手机的时候，就是安卓，在安卓上能看得见当前的连接协议，因为伟良那款是没有屏幕的，我不知道，只能通过手机来看。通过手机看了之后，它是 aptx。但是小米10手机连这个设备它显示的是 LDAC， 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同样的蓝牙芯片，同样的一部手机为什么会是这样。苹果用的是 AAC， 另外伟良 DC60 那款设备它是有两个 USB 接口的，一个是意大利的那个界面，还有一个是这个5125蓝牙芯片自带的 USB-C 口，所以说它有两个 USB， 走的是两个通道，两个芯片。双模三林这个 USB 它走的不是蓝牙，它走的是 XMOS， 也就是说这两个解码器三个 USB 我都尝试接在这个 PS5 上，结果 PS5 都不支持， PS5 把伟良的那个意大利界面识别成了键盘，双模三林的这个 USB 界面 PS5 识别不到，这个我心里有预期，这个也没办法。 PS5 想连这么好的音箱，看来只能用蓝牙发射器了。我买了一个蓝牙 5.3 的发射器，但是它只有 5.1， 延时大概在60多毫秒，如果这个解码器支持蓝牙 5.3 的话，可能会降到30多毫秒吧，延时会更低，玩起来更好一些。伟良家有一款蓝牙 5.3 的解码器，
要1500-1600块钱，太贵了。如果是他们家估计更贵，先用这个入门先发发烧，我感觉能用一阵子也就退烧了。好，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主要是分享一下我的实际感受，仅供参考。